娱乐话题人物来看，是拥有好身材的艺人佑胜，最近似乎传出了新恋情，而这个对象呢，就是他身边的小助理。戴着帽子，佑胜看似一身疲惫地走进老公寓里，只是前脚刚进，过了几分钟，助理小贤后脚停好车，也走进这间公寓，接着直到隔天早上，佑胜才走出来。其实这间公寓的主人正是助理小贤，两人共度良宵的戏码三个月就上演了四次，关系难道超越了主仆之情吗？其实佑胜过去喜欢的对象都是女明星，曾经公开和他的女神徐若瑄示爱，只是这段姐弟绯闻来得快去得也快，在拍摄偶像剧第二回合我爱你时，也曾经和陈怡蓉传过绯闻，只是随着戏落幕，两人关系也渐行渐远。随着传出绯闻的两位女明星都交了新男友，佑胜这次被拍到和女助理小贤两人共同过夜，似乎发现真爱就在自己身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